谁要出场了？好，有请萧敬腾。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到马来西亚，然后跟 OPPO Reno 2和所有的朋友，然后我们在这边聚在一起。大家好。你好啊。嗨。大家好。萧敬腾，你好，你好。嗨，你好。OK， 想要问一下，就是平时你一拿起手机，你就会有什么？手机里面有什么是必备的 App？ 就是排行第一的 App， 购物吧。购物。你就会买一些什么？你就会买一些什么？买一些衣服啊，鞋子啊，就不用去店里面嘛，就这样刷，喜欢就点。你现在得到的那一部新手机，除了留给你自己之外呢，你还会想要送给谁吗？对，我送给你。好了，也行，你送给我，那我就不用再买了。等一下后台给你拿。对，真的送你一个。真的吗？那你要换。换什么？换你的手机啊！我还以为我还要换什么？好的好的。送你。虽然这次就是和这个金钟主持人就是擦肩而过嘛，那想问一下，其实会不会激发你就是接下来想要主持？不会，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入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森林之王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音乐节，然后我在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评审导师，我其实真的没有做什么，然后他们给我挂了一个主持人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然后还入围，我觉得更奇怪，我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期待啊跟期望，而且我一点天分都没有在主持上，所以我也不会想要挑战。Yeah! Yeah!